好，欢迎回来。嗯，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呢是2021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季后赛的第一轮。刚才那盘棋呢，丁浩发挥得非常完美啊，战胜了周瑞阳。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盘对局呢是，就是后八名是为了保级战而战的，这一盘对局是由重庆 T23 队的杨鼎新九段。对阵衢州烂柯队的陀嘉熙九段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长兴站的都是面棋啊，有几盘对着电脑下的呢，一般都是对阵外援，就是杨鼎新，就是陀嘉熙，被我们称为陀老。杨鼎新被称为鼎爷，其实这个鼎爷啊，年轻的鼎爷，他是98年出生的，这大家能想象吗？这个是陈玉农是吧？是重对，庆陈队，玉重农。庆队李轩豪啊，对阵陈玉农。对，烂柯队的几名棋手好像实力都差不多，就是，衢州烂柯队呢，后面是排名第12，所以目前为止，应该说还要为保级而战啊，这个是，泰哥老将啊，大家杨太喜欢林，的泰哥，这个是年轻的陈振勋，这个孟泰林应该在围甲的赛场上肯定算年龄偏大的棋手了对，啊，80后现在都已经比较少了，是，一般都是90后。95后会比较多啊，今天童梦辰对阵李维清也是一盘好胜负童老，我觉得一般是被称之为什么老的，这可能是不是跟棋的风格会有一点关系？因为他的棋好像是比较老成持重的那一种啊，感觉。这个是，蒋奇润，对，蒋奇润。对。是金宇澄，也非常年轻啊，小将，那算是。张涛，浙江体彩队对阵王星浩，是上海队。啊，王星浩在年初的那个野狐的比赛，那个这世界是赛中，2022年的第一个比赛，战胜了深二圳比一市，战胜了申真谞，然后夺得了那个比赛的冠军，叫对，什么 TWT 腾讯就网络比赛吧，算对，是，但是还是比较正规的，就对是说，对，还是蛮强大对，他能赢申真谞，那这不是一般的强大，就觉得。好，那我们下面先来看这盘棋吧，这盘棋好。是由杨鼎新执黑先行啊。这个是重庆队，正好排名第9。那有点可惜。对，9对12，今天对，是。他要是如果说再往上冲一名，那就是争冠的队对，就是前半区，所以第伍。八和第九那是天壤之别。确实，小目，减了33。果然，如果是一直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棋友的话，就知道王老师前面说了什么呢？对，今天确实，如果说今天真的一直，如果是说从2点来观看我天围棋的直播的话，可能对于点三三的这个局部的这理解就不一样就比较了。到位了，对，好我今天也提升了很多，我像。觉得对，关于收获很大。尝完了飞或者是跳，什么时候飞什么时候跳，对或对者是对。飞完以后托顶的这些下法。好像一直围绕着这个没在，错没错，是的，因对，为现在点三三太常见了，实没在错，是，所以大家如果说能把其中的区别搞清楚，这个好像有点难但是是这样，就好像如果直播没看，好像还可以看回看，对对我记对，得好像还建议是有大家回可以看，看回看，就确实他在黑棋有这个自己的配合的时候，选择了争子有力，配合有力的时候对。选择了跳，没错，这能把其中的区别搞清楚啊，选择在什么时候用哪一个变化啊，这个收获非常大，我觉得啊。白棋点了这个，那在局部来说的话，我当时说就白棋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招法，当然要对，走的话可能冲了扳，但现在黑冲了棋贴半起来以贴后，起来了，是的，他配合还是不错。那么实战呢，陀老呢他就就脱先了对选择飞一个。
当然就是他为什么白起没有选择跳，嗯，也是有一定的原因，我觉得哈，就是如果说就是比如说黑棋尖，嗯，那么你白棋也尖啊，那么就是说我可能我先走然后你也走，但这样的话咱俩都长一样，可是我黑棋我先手权力在握，嗯，那么作战起来肯定是对我来说更有利。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将来作战起来，我将来挂过来的时候，你是小目我是星位，嗯嗯，那么你的小目的位置也要差一点。对，是的。哎，这样的话我飞压过来，你我挂，那你也挂我，那么我就飞压。那这个飞压好愉快啊，你没得飞压了，是，对不对？谁都不能飞压。啊，对，你不能飞压我星位吧，是吧？那你要是跟着我硬，那么哎，我就是说，比如我将来黑棋，那我是不是就我的先手权力在握？是的。那么黑棋它的这个价值它能体现出来。嗯，没错。哎，所以说呢，它实战黑白棋呢也没有选择这个模，有点像模仿棋的这个跳，还是选择。所以它是飞在底下的啊，确实这个模仿棋也不能随便下来。模仿棋不能随便下。嗯。黑棋贴起来了。黑棋贴起来。嗯，下的还挺积极的，他不是二路小尖呢，正常是小尖，按理说是小尖，对，贴起来就是感觉顶爷他的棋还是很厚实，是，对，是，他棋不并不是说那种现在的大趋势就是都是酷爱实力的，嗯，对， 对对，好像他的还是一些不一样的一个风格，嗯嗯，所以可能贴起来是不是他觉得他认为可能是更厚，相对来说更厚的一种下法。嗯嗯，虽然现在是 AI 时代，但是就是他们，尤其是像他们这个顶尖高手排名前几的，他们的棋都是带着自己的风格和烙印的。我觉得，毫无疑问。对，所以你如果仔细看、仔细品味的话，嗯，你会看到他们这个就自己的风格在棋当中的体现。嗯，我觉得这还是这个围棋很有意思的地方。嗯。就这个贴的话，其实我也就是平常的时候，上课或者什么给孩子们说的时候，就是这个贴在白棋这里没有子儿的时候，贴一个，其实你是要小心的。哦，为什么呢？就像实战这个托老，就是实战这样走，就走成这样的，就是白棋这里，它由于它这没有子儿啊，你贴成这样，它的效率白棋会比较高。嗯，那么它如果有子儿的时候，你贴成这样，白黑棋的只要下一步棋这一蹲，就是非常的愉快。你这立得你浑身难受是吧？对，就是这一蹲非常愉快，因为蹲完以后，黑棋这里的冲断的问题它解决了。是的。然后还瞄着你的跳进去，你的就等于如果我跳进去，那么白棋它之前所花的努力其实基本上都要白费，就是没什么太大的作用了，但是现在他如果没有子儿，那你立的话其实对他没什么影响，嗯，因为他的效率就会相对来说更高一些，白棋，所以说贴的话要小心。如果别人，我一般说，我说你们有子儿的时候那么贴起来，那么没子儿的时候你可以考虑小尖，是这个意思。哎，如果你贴的话，那像实战白棋这样就跟着你硬的话，因为你这里还有冲断的问题，那么他这些效率将来他可能围控他不会走在这儿，他可能甚至走在这儿你也都进不来了，对，基本上是的，哎，所以这里还是要小心。当然，就顶爷他这样选择，肯定他也是经过研究的。没错，他就贴了两下，然后小飞了一个。这个白棋应该千金一拐啊，这个拐非常带有力量，对，带劲儿。如果说黑的主要是他走这儿的话，被黑的白棋可能大飞是吧？一大飞挂，就有点难受了，因为你要走这儿。这棋黑棋不用选，肯定小飞，对吧？你要走这儿，他给你夹住，他给你夹住。那所以说你走个大飞挂，他就难受，对吧？他要尖你拆二，你肯定舒服。他如果走这的话呢，比如说你再拖他一下，对吧？他扳，然后你这样就其实很容易成活，很容易成活啊。所以在分头，就在白黑棋有星位或者有后势，什么时候该怎么选择，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大家还是要去细细的品味这些分头的这些点，啊，就这个，其实这个，就这个可能，这有点过了，因为这个是有可能的，拖一个是吧？拖一个有的时候，拖一个我大概也会搬这边，估计，你现在肯定搬这边，因为太宽了，这边黑棋，明显宽很多，当然就有的时候可能它窄一些，对，可能在这儿，那么你可能拖就还行，是，对。就是说，所以说什么时候选择哪个也是比较有意思。那现在实战还是走这儿了，那白的应该就得拐了吧？拐头，这个棋也得拐，这非常不能再让黑的飞起来了。是的。
分在这儿。嗯，它这个分头的位置也是，精挑细选，是没错。这个叫私人定制啊，这些就是意思就是，你看他如果走这儿，那白的不用选，那肯定往这边比，对吧？那你说你要走这儿，白棋也不用选，他肯定也是这边。嗯、所以说你当你就是你下到一手棋以后，别人不用想，那你这步棋估计有点问题，不太可能是一步好棋，最多就是差不多，嗯，对吧？比如说你打吃，人家必须得粘，嗯、那这步打吃就肯定不见得是什么好棋，嗯、对吧？你要下到一个哎。他让他比较难受，那你这步棋就有点意思了。嗯嗯，现在白棋怎么走哪边很麻，因为走这边的话，被他正好拆二，步数更大。是的，对吧？但是就走，但是被他拆二以后呢，就好像又不太舒服。但走这的话，一拆二，你这个后势呢，这个发挥的作用能不能起到这个作用呢？嗯。也是一个未知数，主要是一会儿被立一下，就主要是对这个地方不、嗯。如果白棋走完以后，我估计白棋马上就要在这里定型了，冲了断掉啊，马上就要断定型了、嗯，大概就是断这个了啊。这样能走这儿吗？啊，这是不能走这儿啊。可是我打了长，你是不是有点危险？打了长，那三个就给我了是吗？就不要了呗。主要是我不见得好好吃你啊，你就煎一个是吗？哎那我还能怎么下？我以为要爬一个，哦，你煎我板死我还行吧，感觉。那我就爬一个吧。嗯、你爬一个，我只要搬，你可以揍我两下，我可能再尝出来。啊、那我你出来。那我既然已经这样了，我就这样吧。这样我觉得，白棋是不是还可以啊？感觉这外边这四个黑棋，我这样能冲断，肯定还是挺愉快的。嗯，还是挺愉快的。我肯定不肯接回去，让你吃掉，这我不能接受，我觉得。其实算了，想开一点。你本来如果想开点是吧？如果是这样，如果断掉，你肯定你就对啊，你断外面，我肯定把它吃了。但有的时候呢，就是你这契合的话，其实是一种方法，但其实可能就真的走一个，嗯，也不好使。我主要是觉得街上被你吃了之后，这边我还不知道走哪儿，的确是，我还不知道走哪儿、嗯。如果不走的话，肯定不是空，毫无疑问。嗯但这步棋还是很大，就是白棋、嗯，嗯，白棋应该马上就要走了。那我不管怎么样，我咬着牙，我也要先把它吃了，是吗？嗯嗯，白棋走的是这个，哦，白棋走的，然后他果然冲断了，嗯，啊，还是咬牙了，啊、是吧？黑棋，这我肯定不肯让你把这两个子吃掉，嗯，那太疼了，那就先成这样了，他就爬一个，他肯定是得爬，这棋是要爬的，嗯。白棋是飞的，这下的好奇怪呀！奇怪。嗯，我把这种棋一般都形容为比较妖娆。我感觉不肯这棋。那我也得跑出来吧？觉得还是得尝尝一个，尝一个。我是不是跳在这儿了？主要现在是这个问题，嗯、可能现在的情况跟刚才有点不同。对，就我逼在这儿，我这块棋活了，嗯、就是。但现在主要是我走在这边被黑的拆完二，如果这三个出来以后，这块棋将来被黑的可能一点，嗯，有可能这一块还没活，嗯，这可能是白棋所担心的，是的。所以呢，他觉得他这现在的这个要把这三个吃掉，但如果说因为这一手棋影响了他这边的一个操作的话，那我觉得白棋还索性不如逼在这边，嗯，我感觉哈这一棋，嗯，我感觉逼在这儿，然后黑的拆二，白棋再这样下。就闯一个拐了这样出来，这边我不担心了，嗯，因为，嗯，实战的话，他因为所担心这个，他走这个，但是这样我觉得黑的就算打完之后，比如说这种就走一个，这光掉还能吼出来，白的你如果再吃一手，肯、嗯、吗？再加一手？感觉主要是你能不能攻，这攻不到这两个的话，其实这本身走在哪边，我觉得。也不好说。这个后卫如果不发挥的话，白棋这个空损的有点多呀。这损的太多了，哦、是他损太多了。是的。啊，我所以我觉得这个棋还是想长。是的。嗯。啊，他是虎的，这个太邪恶了。太邪恶。另一个太邪恶，就是我是觉得虎当然肯定很厚的，就是感觉还是想再撑一下，嗯，不见得便宜。虎回来，
胡辣因为也可以红。你病在这儿害怕什么的？害怕这边还有一些味道吗？就是邪恶了一点。邪恶，就是怕可能也我不太明白这个邪恶的意思究竟意欲何为？就是说，就是邪恶了一点是吧？邪恶，因为你总可能总听到这个话，就是邪恶了一点，就是是觉得这一带还是有味道吗？之类的。就是邪恶了一点，就是邪恶一点。我今天回去得好好体会一下这个词究竟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它不见得坏，就是它不见得坏，就觉得这儿确实是很结实，这儿一点也不邪恶，确实，对，这很正义，对，这很正义，很正义。嗯，我这儿我当然想下的更厚一点，更好一点。就这肯定是效率想的来说更靠更高一点。是的。啊，就是我当然我知道这里，但是我就是说总想再争取一下，对对，就是想把旗下的效率更好。对，当然就是将来这种地方呢，它进来的时候呢，你毕竟还是有存在的一个断点，是的，所以说就是可能有点邪恶，但成不成立不好说。对，如果你要不成立的话，那就不好了。对，因为邪恶的这个的话，就是说它好坏难讲。这个当然很正义了，这个就是说就那一点企业没有了，企业没有了，你也甭想了，对，就效率的话可能稍微差一点点，但是是也可以了，就感觉白棋这样下吃三个的确不是我所冲断之后就这样吃三个，我觉得不便宜，我觉得白棋，所以白棋他也没吃了没吃，关键这顿动手了动手了动手白黑棋肯定是一记反来，这个棋第一杆。原来是这样的。这两步棋有什么联系吗？不，它的联系不是你动手肯定你想来攻我。不是人家拖一个，为什么是靠在这儿的？这两步有什么必然性？因为第一杆你想搬嘛。对啊，那然后他一长啊，他是长的，我以为他搬。他搬你就吃了完，他火了，他长，他肯定要长。然后你挡他走。然后你现在挡被他断这个地方，他断先手，他冲断你气不够，对吧？你先走这儿，然后他走这儿，对吧？你现在你断，你是气不够啊？差一气。对，你走这个，你没错，对吧？气不够啊，那你现在等于说你要粘上，他不就爬回去了吗？那你显而易见你就靠他这个呀，对吧？你要是说我靠一个，你敢发力？你比如说你搬，假如说搬一个，假如说你搬，那么我再搬，你一长。我再搬，打吃，你打吃，我再压，长，你长，我再打，接着，你接，我就接着，我把你糊死，吃的很愉快、哎，或者我这，就是我，这不是就这个接不太邪恶，这接不太邪恶，不太邪恶。就是这就是我的一个意思。这个好，我现在明白了这个联系在哪儿。我一头雾水，你多一个，我为什么靠在那个？感觉就是这里。为什么是靠在这儿？那因为靠这儿没用，靠这儿他退的话你借用不到。是的。这第一感肯定就是这个。所以白棋是长的，就是这么下的。啊，就靠的。他就靠的。可以他下对了是吧他下对了恭喜黑棋下对了班针班针我以为是班虎就班针他将来他还是保留家了从这边动出他还是想走在这儿但是虎的话就是对上面好一些不虎完了就想到这儿是不是这个不是我虎完还是飞出去哦还是飞的当然就是说虎肯定对脚上压力大但他都这个打车这家少了他还想从这边动出飞一个白棋爬他先加了一下跳一个那其实那边是怎么回事啊跳一个他有没有点拖大呀这棋这跳一个黑棋如果说这边能抢到一手棋那边先守的话这棋走在这儿行不行虎一个黑棋也得走啊不能不走了被你冲断怎么行啊就你可能也可以先拐就差不多你这拐反正我也是跳你也是连也是连一个、就是、这样有没有可能会好一点就是这个子放到这儿呢
就因为这子这黑棋他肯定得动出字儿的话，这我肯定得动啊。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然后他是怎么下的棋？这样吗？断一个。就我有没有可能对你压力大一些？我感觉建在这儿。那就我跳在这儿有没有用？主要上面没什么用的话，我是不是建在这儿好一点？对吧？动出是怎么动的？他如果说就这种，就如果这样的话，他就是我感觉我肩是不是会比这儿要好？因为这边刺压力要大一点，就是我这边过来的时候，我觉得和安黑棋挺难活的嘛。对，是不是肩在这儿好一点啊？嗯。因为这肯定想直接走这边，那走这边的话，担心黑棋这里如果这个断点补住的话，他就不用在这儿划手棋。嗯。所以这步棋还是要他这个虎口感觉。嗯。不知道，我第一感是尖，反正。哦，他实战是跳的，然后黑棋往回贴，白棋跳，拐半粘，就下成这样。黑的刺一下吗？不刺。黑棋大跳。啊、哦，不刺。说刺这个是吧？哎，对，刺可能有点俗。刺一个，会被虎出来吗？虎应该不，他应该就粘上。就粘，不觉得便宜，他就将来他保留这个，对，他有个旺、就这样的话，黑棋肯定没有出头那么顺畅了，对，是就是，然后跳走，那就跳出来，一起跳。现在这棋就是实地，嗯，黑棋大有，应该说是就是。应该说是大油，这边先捞了一片不说啊。是的，这个地方白棋本身是一个小目加大飞角，被黑的打穿了。啊、是的，现在跑回去做活，然后现在这块棋，你本来你为了那个攻杀它，它如果再活了，等于白棋就颗粒无收。嗯，所以说现在是就是白棋现在肯定是得把黑棋弄得特别惨，感觉才可以。对，要靠攻击来挽回这个实地上的不足。对，黑棋搬一个。飞这个，棋形都看着，哇，好棋，我感觉是好棋。这个接下来是准备要干什么？这个有个袜吗？没袜，有袜吗？好像有啊。啊，有袜，就袜了怎么办呢？对、哦、对对对对，没错。就所以说，当初他没有刺，还是有道理。有道理。挖完了，主要是你如果只能打这边的话，那我就先断掉吧。断掉。你要是靠这么丢盔弃甲这么活棋的话，那我估计这棋也不用练了。是。这肯定不能这么活。黑棋是保留着这个棋。那如果说白的这里不走的话，被黑的虎过来，看上去黑棋也要活。嗯。挤一个。先挤掉，防着你这个袜、哦、没办法。挤应该黑的不应该再要了。对呀、啊，嗯，那就先搬起来，然后把它这个刺了，把这个搬住，啊，这活得很舒服。对呀、啊，这样就白棋把这个断了。目前看起来是黑棋这地方是得利了。显示胜率白棋 30.9%， 肯定比一开始降了很多了其实。嗯，就是从白棋这脱发力开始，嗯，白棋现在的脚上变成了21目，本来的话肯定没有这么多目，对吧？然后但黑棋的话通过这一串的交换把这活干净了，那白棋的后势等于就没有发挥的一个余地了。这个棋形我是看着，我都就上面搬一下就算了，也不点它了吧，待会儿应该也不用点了，对，就搬一下挺好了，我觉得已经还是黑棋不错，我也觉得黑棋不错，黑棋就至少把白棋这个脱的攻势感觉化解的还是是的不错，这块棋现在活得很干净，因为可能本来就黑棋不错，我觉得主要这些地方我觉得黑棋就不错，这一代可能感觉是不是也差不多呀，嗯，感觉也差不多。白棋能断掉三个还有点收获，其实、嗯、就是就怕这三个都吃不掉，就
这儿，这个位置看起来也挺奇怪的。那就是，就这个感觉就是，本身第一感是，对啊，想飞这个，但是人家肯定是瞧你、就不用谈了，就人家现在已经通了，对啊、而且铁厚了，所以你肯定要下的保守一点，对这地方啊、你要走这儿的话，那被奸肯定不满意，所以他来了个这儿，就是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对，没有被骑行，就这可能很多，就是有可能会被骑行，但如果被骑行被瞧。你再跑那怎么办？再绑再跳，那就不对了。你这种其实就不用想了，你被人家奸一个，你就恨不得全死了，就已经死了。对，这块棋怎么活啊？这是啊，所以就不能被棋形就不好。这很有意思的一步棋。嗯。扳住。啊，你看白棋还是要打入。对。立下，然后白棋搬粘，我先飞一个。白棋也想跳出来，其实。对啊，我觉得那个好大。对，也想跳，但是跳被搬粘一下，可能有点难受。很疼是吧？觉得。主要是白棋立的话，就被人家打一下再。他可能不一定是打。那我虎呢？就虎一个吧，刺一下，接上。嗯。哦，你是下这儿的，我在想你要干嘛呢？我正在想这个问题。这样白棋就等于配了夫人又折兵了，这样。哦。就你脚上还得活着，你就啥也没走到。主要是我走这个的话，我是不是觉得木太亏了？你走这儿的话，木是很亏啊。就是我将来应该是先手双活了，而且将来我有可能断你这个。断他弯这边气可能就全收紧了，就全收紧了。嗯，全收紧完以后，这地方你还不见得吃得掉我。嗯、他就跳了，贴了立先手。嗯，你还不见得吃得掉我，所以这他也很痛，他很想跳，但是。嗯，这个被这个搬粘太疼了，太疼了。哦、嗯，然后黑棋飞了一个，嗯，白棋小尖，击打，击打了搬掉，嗯，先把这定型都下掉，嗯、这个呢，提了接上。冲啊！冲！对，这杀气是什么？这边展开厮杀了，这看起意思是啊，唬住这个。对他不是从上面杀的，他如果挡住是什么样？杀得赢吗？啊，挡住也是快慢一气。哦，要慢一气是吧？挡住好像慢一气。确实是。这样。接上，再铺一下，然后再加掉，是吧？对，不多不少，我就是比你慢，快一气而已。拐一个的话，他可以打完了，挡住你打我从这儿打从对，从后面打。嗯，我对杀永远快一气，对杀永远快一气。嗯，所以黑棋要虎这个，那白棋打出来。这就刺激了，嗯，拐一个，白棋能跑得掉吗？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猴吗？猴。猴。关键有可能白棋杀了不赢，我感觉。杀了不赢是吧？如果说黑的能把你这围成铁后，哦，然后你杀我，这边还是很可怕的，对，很可观啊这一些。它是飞的，是这样。啊、飞的，搬，顶住。现在如果白的粘上，也得空粘上的话，局部黑棋的气是。一二三四五六口气。
就是要挖井，打完了挖井去收吗？对，是这样吗？对，但你粘我黑棋肯定粘这个。哦，对，我不能让你挖，挖我只能剩只剩四口气。嗯，我感觉粘上，粘上的话，你铺一下一二三四五六口气，就白的这里如果能先手长到六口气，嗯，那应该是把黑的杀了。如果先手长到五的五个，应该是打劫。啊，长到五个，啊，长到五个就行。先手长五口气，然后粘上了搬粘六七，黑的这里是一二三四五六。先手长五口气，里面快一气。我觉得长五口气应该不是很难的一件事。但呢，又那，就是可能就气子了，嗯，黑气。扳住。先手长五口气的话，就气子。白棋靠一个。哦。就他现在粘上就能上五气。对啊，但是粘上的是先手嘛？粘上把黑棋王打拔了。啊。对他得先给你走纵。没错。嗯。铺一个，这地方铺一个多紧一口气，计算，嗯，打出来，它是长的，这么长这个，哦，现在争子不利，它不能贴住它，这是啥？所以我就，我吃这个。我有点这个吗？手啊，这个，不能吧？不能吧？我下不出手啊，我那怎么办？不这个我怎么办？我不能这样啊！气五个，反手再把这五个气了，就把这个打了。哎，这个打了，错。你立我肯定我这靠出来了吧？我。得靠出来了吧？我莫非还粘上？还就粘上？啊，你也不见得便宜，知道吧？你立完以后，这打吃完你还得回去，你立我吗？我得立啊！我这吃个，你还欠一劫呢，这儿这差太多了，这边。那我就接吧。哦，不对，这是气劫啊。对，嗯、这跟气没什么关系。嗯、那算了，我不立。但你立完，我这边薄了。那我还是立吧，就你木亏了，但我薄了一点。你打我大不了接上，你靠一个是吗？靠也没什么。我就搬你的回去、就是啊，你搬一个我就缩回去，对、哎，是吧？我就跳一个、嗯。那么这样的话嘛，我就走一个这样，这样的话怎么样？二十一，三十一，三十八。我觉得黑棋不错，这个图五十目棋，我觉得啊，直觉，但是我没有点目。啊，黑棋好是吧？黑棋好，我觉得黑棋应该不错，我感觉黑棋还可以，嗯，会是这样吗？不知道。实战，我看看他是下成这样了。好像黑棋可弃可取。黑棋可弃可取。这个黑棋还是比较灵活的，伸缩度比较大。他、嗯、是这样。哇。先逼你把这个打掉哦，然后黑棋拐吃冲吃，他扑一个，哦，啊这样，对，他是这样的，气三个，形成转换，就是刚才的图黑棋先手，现在这个图黑棋后手，嗯，但目数便宜一些。外面插手棋，但是白棋吃了这三个，没有吃在外面这五个子，这外面还有厚薄问题，但是还有弯出来的问题。黑的因为提完以后这块连上了嘛，没错。哦，那应该也还是黑棋好。我觉得还应该是黑棋好，黑棋好，是这个显示胜率就已经差很多了啊、哦，而且团出来，拼死一战这要求。那这黑棋再把这反手再弃掉。不是很润吗？靠还是长？它是长的，然后白棋长这个。那反手再弃掉？果然就是如你所说呀，好像就贴，不知道他肯不肯弃。这跳出来，哦，这样弃，哦，那他贴紧了，那他太，我以为是这样弃。哦，你靠在这儿。嗯。这样起不好吗？为什么跳出来再起呢？
这白它不能棋，长，你长长我被冲冲，死了。对啊，你应该只有走这儿吧？嗯。那我再挡，我这样棋不好吗？我非得这跳出来，他判断清楚了。他觉得那样，我围得更结实，他觉得对我，他觉得对那样对，围得更结实，围得我更赢扎了。实。嗯。啊，那确实就，因为这跳出来，这还只是还欠了个挖嘛。对，嗯，对，这毫肯无定疑问。跑，肯定是跑不出来那的。会往哪儿跑？没有路了，嗯，贴这个，他往就白觉棋得冲了一多下。贴几个扎实。这个时候往这儿冲，哇，看不见了都，啊，这都看不见，这白棋，这打劫杀都是小意思，那肯定小意思。这，这外面太大对，了，这得实在长是。吧，白棋，这得长吧。这冲也打将，应该是读秒，嗯，打了一个将。全看不见了，人家都看不见，把你这儿外面一吃，人家对说对你这对，儿你来吃吧。这太大了。嗯，这转换这一十二十二幺四二五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这30多目大概，这外面吃了应该30目的价值应该不止，因为这吃了这底下你就别想生什么事儿，这还能生什三么十事儿？四目棋，一共哦。吃了34目，这嗯，本身白的加黑的就已经30目了，对这啊，全，这打将，这打将就远了。我啊，本来也挺远了，本来也已经远了，这本来棋也远本来也远了，啊，那就是了。说，那也就没，这转换肯定又亏了，这转换又亏了，掏脚去了。这关键是打劫，你还没吃掉呢。这目前为止还没有，还得加一手才吃掉。啊，对呀，对啊，啊，那现在你加一手，我再加一手，那对，这还下什么呀？再加一手，黑棋这100目超长了，这样，嗯，有100目了，应该，且他这里是不是还能玩出来啊？能玩出来呀，这对不是一啊，直都能玩出来吗？如果说这儿吃通的情，刚才那个吃通的情况下，他就玩不出来啊，那是。了。嗯，搬一个。黑棋长，白这棋他补一个，不会跟你搞事情了，嗯，嗯，他就让你活了算了，对，应该就是挡这么住。挡一个，让你活，或者先去打劫，对，再他挡，是先打先劫打的，劫再挡，打劫正好便宜没劫财，把那儿做劫财，对，刚刚合适。对，一劫，点还是挡？点也可能劫财多一点，点一个，因为挡的话，他一点一做个，他眼，直接做回你打去。吃后手了，因为打吃还是打劫。对，然后那我他就把先劫把这先个消了，棋消了。对，我先点一下再挡，虽然目数可能亏一点，嗯，但是我劫财多了，这样，没错。嗯，点的白的是粘还是消劫？粘上的，粘上嗯，然的，后挤掉。冷静爬一个收官，要不然被挡一个找劫太痛了。嗯，我就完全没有说去爬一个这种概念，我肯定是满地在找劫财。那没有办法，你这个棋有的时满候，街找劫财。这个棋爬，因为。本身是防住了黑棋很多劫财，然后有很确多目，实，因为这点一下，它不是也明显损对了对目对吗？对，就明肯显定是亏有心情爬呀，满盘早劫财，这个的，就确实就是，这是，所以这是跟王老师的差距之所在。他提了一个，那被一挡，那打，他舒服愉了，快，当然就是顶爷肯定他也是看到了你会爬，但是。嗯，他是经过了判断，就是说打劫的当他中，觉得爬一个应该不够，对，就是打劫当中，就是说他每一手棋找劫和嗯，提劫都是要经过判断的，没就是他错，觉得你爬我一消劫我赢了，那么嗯，我可以这样想，是。啊，所以打劫的话就是难就难在判断上面。主要是看不清楚这个，一转换然后可以数得清，再一转换就晕了，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粘上是劫吗？粘 上是，师姐，嗯，黑棋上扳，扳了啊一下，搬，长，然后他做眼，对，啊坐在这儿，嗯，哦，那是提劫，顺手就再点一把，对，是的。搬一下，急，哦。我就想着他会不会又转换了，他粘上
邪恶，撑着两步棋，对啊，没撑到两步棋，撑了一步棋，就撑了一步，因为打师的时候得接上，对，感觉还是这样舒服吧，感觉你撑这一步，棋要多多么的清楚，对，你这个不是可能差不出半步来，这个对，有可能半步棋啊，就是可能差了半步棋，半步他也要撑住，撑住，其实，劫财是一样的，嗯嗯。而且团了一个着急，接上了，哦，七七。这个劫白黑棋比较轻，就是白黑棋，他现在是你看着他给你打劫，但他打着打着就不打了，啊，他比如说什么什么冲一冲，急打，啊，急打，他不给打了，不给你打了，嗯。你觉得你要不要？你不要的话，你不要的话，我就飞一个吧。你要的话，我可能跑出来了，嗯。是我一直在担心被人家压一个，这里面是死活的问题。嗯、接上，嗯，先提个劫，相信、嗯。先看让白棋找个劫，白棋断一个吧，断一个。对，是的，是断了。嗯，白棋打吃，跑出来，搬一个啊，赢了。啊，他够了，这个劫已经无关紧要了，就是稍微得一点就可以了。对、对。这你也不能让他跑，跑完了你这压一个要死，嗯、跳一个，七七，力，嗯，搬，这是胜利宣言，这已经好像够的不是一点点了，了我就觉得够很多了。这白的应该只能小解了，不能再硬了吧？接住，我去，这下的够拼的呀，真是。嗯、然后黑棋提了一个。白棋打一吃，打这个对，然后提了，弯了一个。你一直要劫、嗯，我就跟你说说官子就行了。这怎么再赢了？这再赢了、哦、提掉太过分了，太过分了，有点。嗯，跳了，跳进去了，完了。白得拐一个，先搬粘了。嗯，接住。拐住吗？并一下。并顶住，并又啥意思？是不是亏了？亏了，觉得嗯亏了。那本来这棋应该怎么收啊？虎呗，虎了团啊。哦，对，你就是你别管它难看，但是它有目啊。是的，是的。你这两目没了，嗯、你这两目这还差一目，这几还先手？嗯嗯嗯，这顶并也好看没有用，所以顶住目是亏了。冲了一下，顶住。冲了拐住，一直都没拐，是断一个，嗯，他没拐，嗯、那黑棋你别打勺了，别挖吃、嗯，被人家从这儿断了，就麻烦了。接上马上他就得拐了，不，他团打这个，哦，接住，这不是应该接这个，然后他拐，对是他再不拐不行，被压一个一断断死了。但是无所谓，他赢了，哦、他把这个接上了，对他就是接住、嗯，然后白棋团上、嗯，然后这是团一个，黑棋压了一个，压这个，嗯嗯，压一个，这是最后一手棋了、哦。虽然说这个压一个白棋是可以粘上的吧，粘上是断得动吗？就不断了，他应该就把这个断了。哦，嗯。那肯定是黑棋已经数清楚，它已经够了。点一下吧。啊、哦，好。五七，十七，十八。白黑棋那里提过两个。这里铺了一个。嗯。然后这里提了一个。就扣掉两目就行了。嗯。八十五、三十七、八十八目棋，白棋。白棋、黑棋一百零四，这么多？嗯。哦。黑棋、白棋八十八，盘面十五目，十六目，嗯。那确实差距很大了，嗯、不够、哦、这棋已经，嗯，嗯，还没十多目的，有时这没有官子了，就不可能挽回了。所以这个压一个是最后一手了，白棋就没有再继续了，嗯，就是压这个，
那本来我觉得在这一代，如果说白棋不是这样，就是跟他转换的话，好像还不一定。但白棋它不出来这个，感觉也不行。也不太行，是对，因为它毕竟出来还是吃了黑棋一些，吧？好像也感觉又也是一盘完胜。顶爷好像弃完子以后就很轻松、很清楚的就赢了，那就是说，黑棋拆这个的时候，白棋是不是在这儿直接动手？是不是太早了点？就想点别的办法呀？感觉也是他打入完了之后，打入当黑棋立的时候再去搬粘，对呀，是不是感觉有点奇怪？没错，对，有点就是奇好怪，像节奏有点乱了，就有点被人乱。家这边先动手，那总是黑棋有利一点，就对，觉得对，这个战斗好像白棋没有赚到什么，反而是黑棋下得特别清楚大局。这个是杨鼎新的强项，应没该错，说，那最后这盘棋的结果呢，就是执黑的杨鼎新是中盘胜了陀嘉熙。这盘棋还是我觉得杨鼎新展示了他很完美的大局，对，没非错，常清楚的大局观。这弃子很清楚的就赢了这棋，判断得很清晰。好，那我们今天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